感恩陈主委，还有廖主任，还有云林家扶中心所有的师生、工作人员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随着我们的师长阿旺家措来到云林家扶中心，受到你们这个满满爱心的感动，感动，谁讲的那么好？感动，不止感动，还感恩这些大菩萨们，他们在这边。啊，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，身体上有一些障碍的小朋友。可以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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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棒！哇，小心妈妈。爱心无国界，爱心无国界，帮助